我好多朋友喜欢台做小姐，今日呢就来做个电话线传统的小姐，可能好多后生朋友呢就听到，但是个名你应该经常听到，怎样么叫做炒作，就是你平时那炒作立作怎样么？来材料差不多就，只要有米粉、有芝麻、有鸡卵、白汤、油，然后滴件小苏打加泡蛋粉，第一个步骤先来烤鸡卵，然后两粒鸡卵，该拍散去咧。OK， 那我落来炒面，把只米粉就喺瓦缸倒落去，米粉先到第一羹米粉，白汤倒落去，小苏打、泡蛋粉，三个炒走，炒走后把这个拍好的鸡卵液再落，轻轻捏上去滑温，然后加点水，最后呢，把这个油落，落 OK， 炒了炒走就好，卖成七味啊，七点呢，把光度较过大呢，等下炒不得出，个锅子莫个封着，起个柴火大概半点钟，时间到。等下放过手，然后呢，先给切起来。OK， 先给崩咗一空一空出来。接落来步骤呢，把这个沙圆圆的放满嘴端起来哦，放落油锅。一个人是很难搞的，翁早早啊，以翁嘴以脚边油抹来开去，然后呢，该烧烟，油抹就该烧熄落去，一旦炸上呢，袂去烂。OK， 那么开始我帮油，然后油翁呢帮忙忙。大概差不多到当地的用八二度差不多，然后一粒素圆圆就来放落。油翁爱忙，做你忙呢，因为连麦连圆圆扎头扎头。哎，如果油翁在咩，来到我炸袂熄，外口我油麦已经去熬去，所以慢火，你点啊？慢火，炸个铺起来差不多熄，开大火，炸个表面为金啊，然后呢把油翁给逼出来。好，炸个熄个金哦，关火，撩起来。如果泡蛋落鸡的件呢，要炒的就更大了。那么今天呢，做个每炒个炒作给大家能看，我来试一下看，麦贝得相当快乐。